今天呢，教大家画一只老鹰。这个老鹰在刻画的时候啊，它的动态是非常张扬的，两个翅膀往后延伸，爪子往前伸出去，仿佛要抓住前方的这种猎物一样。所以说在刻画前方这个爪子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它延伸出去稍长一些，去凸显夸张它的这种动态，慢慢的去给它刻画一下细节，把里面的颜色给它一染，前方呢处理一个前景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很多，稍微的简单一些，这样的话一幅作品就给它刻画完成了。